国四川熊猫故乡，风雨千秋，活力澎湃，以熊猫之名享文化盛宴，金熊猫奖永久落户天府四川。He's the celebrity cub that stole the world's heart. 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，以影像为载体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，全球7024部佳作踊跃参评，汇聚世界目光，怀揣相通期待，多彩文化再次相遇，共生、共建、共筑、共荣。文明灯火交相辉映，可见可达可感可触。首届金熊猫奖设四大评奖单元，电影、电视剧、纪录片、动画片三大主体活动。金熊猫之夜，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，金熊猫盛典三大配套活动，我与熊猫面对面，大家一起看电影，熊猫带你看世界。为国际友谊搭建桥梁，为文明互鉴织就纽带，梦想之光乘影像翅膀跨越时空，多彩、平等、包容和文明对话，与世界相拥。中国的大熊猫，世界的金熊猫。